北京至港澳高速公路，简称京港澳高速公路，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编号 G4， 线路北起北京市丰台区三环六里桥互通，南至深圳市福田区黄岗主线收费站，线路全长2285公里，是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首都放射线，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之一。本期我们沿京港澳高速公路反向行驶，途经广州、长沙、武汉、郑州、石家庄、保定、北京等地，起点深圳市福田区黄岗主线收费站。黄岗加油站，福永停车区，后街服务区，火村服务区，合龙服务区，瓦窑港服务区，佛冈服务区，高岗服务区，鱼湾服务区，横石水服务区，曲江服务区，汝源停车区，大桥服务区，云岩服务区，大富港停车区，梅花停车区，粤北停车区，小塘服务区，宜章服务区，苏仙服务区，永兴服务区，耒阳服务区，关市服务区，燕城服务区，衡山服务区，朱亭服务区，建宁停车区，昭山服务区，长沙服务区，安沙停车区，平江服务区，大京停车区，巴陵服务区，桃林服务区，
临湘服务区。杨楼司服务区。赤壁服务区。咸宁服务区。菜店服务区。东西湖服务区。孝感服务区。花园停车区。大物服务区。三里停车区。灵山服务区。信阳服务区。明岗服务区。雀山服务区。驻马店服务区。洛河服务区。许昌服务区。新郑服务区。郑州东服务区。元阳服务区。新乡服务区。鹤壁服务区。安阳服务区。玉季界服务区。磁县服务区。邯郸服务区。沙河服务区。邢台服务区。百香服务区。赵县服务区。石家庄东服务区。藁城北服务区。
定州服务区。望都服务区。保定服务区。徐水服务区。定兴服务区。涿州服务区。窦店服务区。终点北京市丰台区三环六里桥互通。谢谢观赏，敬请关注。